全都过来了，全都过来了！惊奇一滩红路。刚刚有听，就是我们研究这个湿地的专家博士的一些介绍跟解说。再早一点点，我们也有看到非常多鸟类，包含什么东方白鹳啊，然后黑嘴鸥啊，然后还有野鸭什么的，就是看到非常多的野生的鸟类在这边，然后也非常的活泼。对，那我就深深的感受到，就是在听博士讲，在一开始他们来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样子的。那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，然后现在达到了这样子，就是说保育富裕的这样的效果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生态工程真的是做得很棒。而且这个是最年轻的大陆的湿地。那看了之后，其实对于里面的一些自然生态感觉到非常的震撼，非常值得推荐大家一定要来亲身经历、亲身感受感受。